Pranalogis， 我是阿育吠陀医师 July。 今天我想带着你一起来煮阿育吠陀的助眠黄金奶。要煮这杯黄金奶，你需要的材料有杏仁奶或者牛奶、羊奶、蜂蜜、肉豆蔻。肉豆蔻要记得不是整颗丢进去煮哦，你要用磨 cheese 的这种刨刀将它磨碎之后，将粉加入奶当中。接着我们还需要绿豆蔻，绿豆蔻要记得将豆荚打开，这样子的话里面的籽的风味才会融入黄金奶当中。接着我们还需要姜黄粉，取一个干锅，将绿豆蔻籽与豆荚加入干锅中加热，绿豆蔻的风味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加入杏仁奶或是牛奶或是羊奶，并且爆一些肉豆蔻粉下去，不需要加太多哦，否则的话会有麻醉的效果。最后我们加一些姜黄粉，将以上所有的材料加热。你看到锅子起烟之后，不需要煮到滚，锅子起烟之后就可以移火，做过滤的动作。你用滤网将绿豆蔻滤出来之后，过滤出来之后就可以享用咯。不喜欢香料味那么重，想要多一点甜味的人，也可以等到黄金奶不烫手之后加蜂蜜来调味。阿育吠陀经典的助眠黄金奶，你学会了吗？ Namaste。